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来介绍这个 Gibraltar 的 Flatter Bag。 那这个 bag 是一个14寸的小鼓袋，它可以装 5.5 也可以装 6.5。 那一般正常的小鼓袋都是一个固定的宽度，那为什么它可以装 5.5 跟 6.5 呢？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拉链，这绕了一圈，把它打开，打开这个拉链， OK， 它就可以撑开，是的，它就可以从 5.5 的部分装到 6.5，那就变成一个袋子，两个小鼓的 style 都可以用。好，那再来它一个厉害的地方是，通常来讲我们的小鼓的保护是需要一个厚度，它这个厚度是没有问题，跟一般的小鼓袋的保护都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它不说它厉害？因为它可以拆开，整个拆开。因为通常来讲小鼓一旦在使用，那小鼓袋没有用的话呢，它很占位，可是呢它可以完全的撑开，拆开，拆成这样，拆到非常的薄 flat 平的状况，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就变成这样子。好，一个小鼓袋可以折成这样子，空间非常的小，很好收纳。是的，这就是 Gibraltar 的 Flatter Bag。